我的粉丝，我们的粉丝，真的是我们的底气。你们是我们的粉丝，亦是我们的家人。这一路上有你，这一路上有你们这么支持我们，真的是我们两个最大的荣幸。谢谢你们。表演出爱的情啊呀，少年人闪烁火花。也是这首歌，也是玫瑰花。就这么青春来看的一部电影，只有当紫霞永远离开至尊宝的时候，至尊宝才能成长为孙悟空。成长是一个很痛的词，当你成熟了，你不一定会得到什么，却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。过境该万人被簇拥，喜欢热闹和神态，我没熬夜陪他说话，没深夜谁总想起他，没不舍他。那些相伴拼搏的日子，不过找个人支撑自己不倒下，只是恰巧出现他，换成别人也没差。即使深夜黄昏，想亲吻的茶，那最多只欣赏一块吧，随时能割下。我是眼睛里听得好想你，看过的万人城市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十年之后，还是在电商桌子上，还是我们两个，还是你。包括现在今天也是第五期，是第五场。我觉得，有人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，十年二十年。王晶先生，你愿意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、坚定的嫁给冯健先生？我想告诉你，相爱太难了，没有那么多日久生情的戏码。既然已分开两边，这爱不如忘了。